记者肖芳系台北报道，强台玛丽亚莱士、韩瑜、黄少祺等人主演的三立八点档《金家好媳妇》十日仍依进度拍戏。韩瑜、吕雪凤、潘丽丽一早在脸书出合照，开玩笑表示虚。此外，先前一家人开下先例，戏刷八点档又臭又长的惯例，150集立刻完结。然而这回金家也会承继这样传统。刘世范不敢挂保证，只说会在一字头内完结，以备档戏准备为主。据悉备档戏已在准备中。许静玲、又起、韩瑜、潘丽丽和吕雪凤心不畏风雨，照常上工。翻摄自脸书。